个爱的鼓励来开始。除了你们的今天比赛赢了之外，对我还蛮开心的。我们刚刚在整理场地，还有帮忙他们学校找的那一块，各位都做得非常的棒，效率很高，所以我今天就觉得神清气爽，因为各位好表现，让我有了非常好的心情。然后重点是我们打虎赢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剑之仇，剑之仇赢了，我愿留海。老师回去考虑看看。老师好考虑哦。没有办法考虑。我再煎几块牛排来，大家喂一块来吃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 ，OK，OK。成功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老师六赢三好厉害，八合得了，八合赢了，对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能镜头我们就从这边带过去，那每位小朋友就跟镜头挥个手，然后讲句话这样子。好，来，这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黄斌。好，来跟镜头说句话。今天赢了比赛，非常开心，非常的开心。好，下一位小朋友什么名字？吴伟达。然后呢？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？跟老师一样，心情感觉神清气爽。神清气爽，好嘞。叫什么名字？李一佳。一佳怎样？我感觉这次很饱，是不是？这次圆游会非常的好，然后我们八合赢了，也非常开心。耶、yeah, ，好来。这位忧郁小生，那种忧郁小生，你快哭了吗？你那么害羞吗？我没有表情讲话了，太害羞了。他还欠我们一次自我介绍。哦，好好。哎呦，已经自我介绍。这位拔河好像站在前面的大哥，大哥你好。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大哥你好。然后呢，来跟我们。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好，这位也是大哥，大哥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这是苏文仁。然后呢？这是反而练习很久，非常开心。非常开心，好哇！小朋友真的都非常努力。这位是大哥的小弟。我觉得这次拔河14秒就赢过他们报了一件纸手，14秒就赢过他们报了一件纸手。第一场就14秒了，那个没有第三，这弟兄很认真哦，你看他从脸黑到脚。好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泽宇哈，来，泽宇，泽宇，不好意思啊，教育的泽宇，讲一下你今天的感想。想哭吗？你想哭吗？不要哭啦。没什么感想，很开心，很高兴。好，我们这位很可爱、很漂亮的妹妹哦，我们叫非常非常漂亮。你是班长吗？不是。好啊，你有什么感想？班长在后面那个窗户，很开心我们班你们可爱。现在这位好像还蛮皮的小朋友，对，很皮的。哇，怎么办？被攻击了，很开心的。好啦。狐狸这个食物，来，来，叫什么名字？你就不会猜对哦。你猜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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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开心，我们的美女了，乙班的美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然后呢，今天你有什么好来，隔壁的，我看到他是站在第一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站在第一个拔河？他在中间，他在后面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？很开心，而且可以赢过一班，很开心哦。好，来带来我们的。哦，我们高的同学都坐在后面，什么名字？你有几公分高？有170吗？没有，再高，再高了，170耶。对，168。我162嘞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？200耶，200，200，300，还有这位好像很冷的小朋友，很冷，对不对？
你什么名字？啊，今天高兴，因为可以参与到校庆，很高兴哈。哎，怎么你们同意这个计划？这位壮壮的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他是班长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班长。好高哦。你今天有带领整个班级，然后有没有觉得没有特别的？没有。没有。好吧，那我去前往下一组。各位弟弟呢，他刚刚非常辛苦，他拿的那种像课室还是红牌，非常高，非常辛苦。什么名字？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？真的好笑，很开心哈。好，来，接下来。猪肉。大哥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吴凯。哇，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了。快，吴俊。好，谢谢。该说我叫周成恩了。该说我赢了金班了，我心情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在模仿哪一位政治人物？好厉害，来，都集中，两个二了，你来吧，不是我最有名。好，有什么感想？我赢了，耶！金班创意，开心，我们继续。接下来这个是全班最高的同学，你好。谢谢。全班最高，站起来看看，真的已经是高了，最高了。好不好，来，不要太前面了，1、2、3，切。